啊，这种众生共业嘛，搁再有两战不平啊，六军不济啊，伫人间除了呢，这种生活的环境灾殃，也搁有呢，与生俱来这个两战不平啊，有的人一生下来呢，都四肢不全啊，五官不全，等等啦吼，这种的身体残缺的病，不只是残缺啦，也搁有呢，真侪种后天的病，有的呢是意外，所以呢，六军呐、啊、受伤害，真呢，拢总是咱人间呐、啊、所有的病态。所以这咱嘛应该呢爱忏悔啊，忏悔过去呢，咱所做着以勇立尽呐，过来到人间呢，迄、那个所受的杂报吼，真侪种，迄种良战必平呐，讲不完呐、啊，真侪吼。所以呢，咱爱好好啊去体会世间的苦，咱定定讲。健康地好嘛吼，啊，良善不平这两句呢，就是进步。啊，咱就是安尼生落来，就是安尼嘛吼。那也个有啊，观挂过度，因啊吼妄动，这种的呢，这种总是六根不济，有诶生落来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未出声。讲未出话来吼，还是真是无看到啊！啊，顶顶呢，这拢总是两战不平，其中的内底的一类是真多讲未完哦吼。再来啊，忏悔人间遍地邪见，三恶八难罪报，忏悔人间多病少数出名恶。往罪报吼，那忏悔人间六亲眷属不得上受报受罪报，这样呢，咱都应该在遍地下界。咱过去讲真罪嘛吼，啊真罪人啊，所出生的所在呢，真无文明的地方，或者是呢，迄、那个信用偏差。迄种呢，真正呢无发达的地方，这拢叫做遍地。那有的人这天呐、啊，这地啊，那顶顶呐，草木皆神吼，那一切一切拢归咎伫迄个，吼草木啊、水啊、神啊、鬼啊吼，啊定定伫咧坐吼，那所生活呢？爹妈都无有文明发达的道理吼，所以呢，这拢总是遍地邪见，然后那三恶就是三恶道嘛吼，不然一罪报呢，那就是无法度听闻佛法，会障碍佛法，有八地方，那就是地狱、五鬼、畜生、八极罗洲。无上天，朦胧阴暗，色地变冲，佛前佛后，这种东西无法度听到佛法。迄种遍地邪见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呢，有这个不难的障碍嘛，吼。那地狱五鬼畜生那是极苦啊，所以。无法度听到佛法，伊受苦都来不及啊！哪有迄个时间通去听到佛法呢？那北极罗洲呢，是伫苏密山的北边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呢，诶，人寿长。那尤其是呢，享乐最啊，应该呢是一个天。解吼，所以寿命长，享乐多，或者是呢，在迄个无上天，
无上天的嘛是同款啊，这精神上的享受真多啊，所以呢，亲像这种极富极贵的地方啊，嘛无想要去听佛法，也嘛无佛法啦。咱过去讲过，天堂无佛法好修嘛，那富贵学多难嘛，这拢总是障碍呀。各有呢，在人间啊，都有朦胧阴暗，朦看未到经典啦，也看未到佛像啊，看未到三宝的形态呀、啊。所以蒙啊，拢就是无听到吼，听拢听无啊。这佛法呢，什么叫做佛法？伊无法度好了解，或者是阴啊，他呢就是无听到，搁再表达不出来吼。这当然啦、啊，要听闻佛法啦、啊，要修行佛法。都无简单，哪怕是现在呢，面对面呐、啊，伊嘛无法多好了解。阁有哦，世地变冲哦，已经呢得到人心，听到佛法啦。不过呢，伊家己以为呢，伊的才华已经有知识，伊对佛法呢就无感觉讲哦，这个道理比伊较。或者是得到佛法呢，伊真敖讲，但是呢，伊的内心并无接受这种世地变冲哦，或者是现在佛前也无佛出世的以前，会记得释迦多太祖拄拄出世的时，伊的父王请一位阿斯多仙呐、啊、来看伊的囝的面相。了后一哭啊、哦！到底是安怎？我的囝是安怎？我的太子有不测的代志性？不是啦，我为我家己悲伤啦。太子呢，伊是一个大富大贵啊，尤其是呢，将来伊若接掌着江山，伊会当作为专轮圣王伫人间啊。是一个福音嘛，对人民呐、啊。假使将来呢，伊那是理想去修行啊，将来是大觉者，是人间导师啊，殊胜祝福。可惜，我真可惜，我年纪遮济啦，我无法度通等到呢。太子将来修行得道，迄当阵伊所说的道理呢，我无法度听到。那亲像安尼，这是佛经，在大觉者已经出世啦，不过呢，也未真正成大觉，也未说法的以前，这拢总是佛经。佛号佛离开了后啦，到底咱这当阵是佛前啊佛号呢？挚爱呢？咱那是心中有佛啦，佛也是住伫咱的人间，因为伊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嘛。也那是心中无佛啦，哪怕是佛现前伫伊面前。那是比轻视啊，那就是无缘嘛，无缘众生不能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在这种的佛前佛后啦，只要咱众生的心嘛，咱那会晓，哎，跟佛有缘，或者是呢，咱有迄个智慧呀，自然呐、啊，咱就是生在边地啦，嘛是有法度呢。去听闻到佛法，这个道理呢是天经地义啊！敢有什么款的变地呢？不过呢，就是伊的业生在迄个佛法无发达的地方，那或者是呢，那虽然生命短啊。